你要载去倒位？系啊，无啦，你菜市啊遐吼，无车啊，啊用开大车个用啊。这是给他一直照照的，这是那个木柱椅。啊，木柱椅。啊，老师，我辛苦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今天天气刚好风比较高一点，我也不会让你跑出去。啊，我这是给我们看，我看到，先看一下。你看，你会把我们队友啊，这就是在看，我们看一下。妈呀，我盖起那个电风扇，我提供我们没把你带来。反正你就把这些人装完了，你家是不？对呀。不，不是啊，我就怪你。我等一下，我有电风扇。还要照一下是吧？对对对。现在不用喷了。那个是什么？烟的。哦。好，没了。